金刚狼金先生你好，我觉得你的能力不错，那请问你的爪子是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目前才有人接纳，工时不会太长，还有22小时而已啦。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刚起步，所以薪水的部分我很便宜。哦，谢谢。喂，亚朗，我们这里不要开 party， 你要不要来？别挂，我们有免费啤酒喝到饱。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有人举报你的刀具没有消毒，麻烦你给我。我靠，我的气在断。